兄弟像彭振敏、张振伟、张志豪以及邹思齐四位球星一同关注弱势青少年，担任逆风少年大步走公益代言人。都以身格当爸爸的四位球星更能体会心情，要鼓励青少年朋友们。最后相反到底现阶段在球场看球也都是青少年也比较多了，那其实我们一直在推广青少年能够有往健康的方向来做活动。人一定要有梦想，一定要去创造梦想，这样你才不会走到偏远的不好的地方。逆风少年大步走计划迈入第四年，透过公益零钱乐捐来募款，协助经济弱势青少年找到自己的兴趣与热情。